真经。各位善知识，各位善信大德，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、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这节继续过来讲风水真经啊，哈，咱这个风水宇宙观啊，风水宇宙观，咱顶节咧讲到这个炼气，哈，炼气啦，哈，在。的原则，大乘佛法甲小乘佛法的原则。咱继续讲啊，咱大乘心法啊，哈，因为咱当一个人啊，表现伊小神通力以后啊，啊，咱小神通力以后，对伫后面呢，接受神通力帮助者，就是讲我甲你灵疗，哈，是成一个小神通力。啊，你接受我甲你好多灵疗，啊是气功，甲你拍通迄路。啊，那是不是个自此以后病拢无去啊？呢，是不是病全拢无去？永远是无其他的病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啊，但是恁练气者，是不是因此呢？会当心安？咱练这练气的人啊，心是会当安无？相信啊，恁练气的人啊，修炼这个真气，修炼这个气的人，本身心中啊。时时期待他人来甲咱回报，或者回馈种种的心念、种种的信念，哈、哦，内底的禅机禅机真大真深。我你今日有这病，我来医好去。啊，站在咱练气修行的人，我有练这个气功、神通力的人啊，哦，来甲你医你的身体的病。首先的条件呢，咱来正确认识，这都是种。互相一个结缘的交流，假使某个人你有病来互我医病，啊病痛，这就是交流，咱人结缘的桥梁。病，那么呢，我用我甲你医你的身体，啊医你的身体的神通力，用神通力甲你医呢，嘛是一种交流，一个桥梁。那桥梁一来一往呢，咱有病的人啊。这个叫做身体上这个气啊，较属阴，属阴，阴结较重，哦，病者，哦，好个医者，医者就是练气的人，练气的人，练气的人。啊，生病的人求医者，求医的人。那么，当第一个观念呢，咱来有病的人来找到这个医者，有这个练气的人，有修行这个人呢，啊，将你的病呢告诉他。那么你甲医的时，就来是阴和阴电，阴电，阴电。来救这个医甲咱医身体的人，咱啊出去放阳电，阳电呢，将这个有病的人，伊的病甲医好去。咱练气的人呢，伊光吼、哦、光能量较强，哈、哦，这个伊能量光强，光较强，光较强，啊，光较弱，哈、哦，光弱就是阴电。所以阴电，那么阴电的阴呢，就是咱的消极消极，
黑暗，哈、啊，万恨，这心万恨心所造成的，所以这一病，啊一病时啊，伊就说造成呢，阴电电光混浊，阴电混浊，阴电作假的。那么有修练气修行的人啊，伊有悟道，悟道，哈、啊，心灵的光啊。心灵的心中的光啊哈，光能量哈、啊，完全无法挥出来，无法吹出来，所以用这光很强的光能量呢，那个这阴电给化掉的，给化掉的，补充伊的阳电，补充这个阳电，补充这有病者伊的阳电，有病的人辛苦嘞，有这阴病时吼，就是阳电较强，阴电较强，阴电较强啊。啊、所以必须要就阴电给化掉去，必须要靠这个真强的光啊，阳电的那个消毒掉，病才会好，病才会好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状况呢，咱讲伊个人啊，哈、啊，咱唔好时时心呢，心存着讲哦，你一记得爱给他回报，一直爱给他答谢，爱得包偌济花，啊是偌济。你若是你啊，时时心态啊咧想法的时啊，你绝对袂好。被医做袂好，然后你讲医者，讲人医的人，你病咧，对方的所有拢接伫了，我都出去，怎啊袂出去？因为那个一心一意要求人，希望讲人会回报你，人会报答你，希望讲啊，人医啊，互你足欢喜的安尼，吼，啊，你会报答的心态造出来是啊，对啊。那么对方咧，下侪人的因咧，阴电啊，都是接人家袂出去，袂出去，原因就是啥啦？咱就是。所以时时尊着讲对方的形象，所有一切和咱伊的形象，伊的形象呢，他的无形中呢，咱的脑意识思想，这个间接吼、哦，间接甲直接的去的，又搁接伫咱身躯来，再身躯来咧，讲伊的人你病怎啊袂好，怎啊直接甲咪死翘翘，哈、哦，唔是讲好，我甲伊的阴咪就来啊，嘿，阴咪袂安尼。咱是本身要讲伊的人，你病啦，你必须要要甲伊，你我都化掉伊的病。你有能量足强的光，不管是倒咧照出嚟，咱爱就有太阳的光，太阳光的能量，咱只顾照出去，你不要管众生，莫管众生。伊有答谢哦，太阳光光啊，谢谢你甲照到，互我袂起寒。咱莫这心态，咱若安尼心态，就是咱佛所讲的众生相。哈，众生相一尽，众生相一尽啊！你就将所有有病者的人啊，伊的病啊，你不管是甲定掉咧，你甲定掉，定掉咧，你自然烦恼会到位，烦恼就会到了。那么所有病在你身躯咧，真紧咧，换人都靠巧。哦，这点咧，就是讲为什么真济我开始在讲灵疗啦、啥啦，到尾无偌久，甲你都靠巧咧。哦，这种心病。希望人家回馈你，希望人家报答你的心态造出来时啊，你的心的太阳呢，还比月亮还少，但是像萤火虫，像萤火虫，啊，这都是咱的心态的问题。而且十几年来啊，哈，啊，本来都跟他一成年的，跟他一成年的结缘呐，啊，有的人啊，就烦恼老师，哦，你安灵疗吼，你安尼会倒向。都要不你教他十三年啊，都要不都好教，哈，都教他都要不对，哈，这个心态时时诶，练起咱内在一心诶，这个光能量，这个精气会化落，咱的太阳的光，麦克把这里麦克无电呢，麦克无电去，无电的时啊，你就自然的真紧啦，无电换阴照进来，阳气无换阴气进来，换人破病。一阵破病的众生的病都有我的病啊，好，我的病也有众生的病啊。哦，我身体的病啊，我来又头壳疼，当然嘛来啊，胸口嘛疼嘛来，手疼嘛，全部总疼总到位，所以众生的病拢增加。这点各位爱注意咱的心态，啊、哦，你要处理就处理，乖来乖来，我只放像太阳光，一直放出光来，不管所有众生了、啊、怎么回报不回报，
回报不回报，迄只是因缘法尔，因缘法。因为众生啊，拢是咱的身体上每一个细胞，身体上每一个细胞拢有自然的运转、运转的功能，啊，新陈代谢的功能拢是有咧运转，啊，咱就无必要讲，等下哇，我细胞你唔得紧咧，哦，早你这细胞现现，你爱甲搭啥，要来搭啥，哈，伊伫卡尾哩，卡尾细胞要走到头壳顶来，嗯，那边来走，无可能，只有靠糖来甲你加加来对头壳顶来，安尼尔。哦，所以那心念的问题啊，社会上练气的人，练着气的人啊，有一个人啊，拢希望他人有回馈的心的表现，这是爱作注意的，啊，爱注意。众生有病来求，给你求多，请你帮忙的，啊，这是一种考验，啊，一种考验，考验的就是说，磨练咱这个时时服务众生的心的观念。而且呢，考验讲我是不是有所值得，时时的要来回馈你，爱回报你。那安尼是啊，咱就枉费咱在做这工作。安尼呢，咱就会实在讲，家己到尾啊，家踏入自己步入黑暗的地界入面啊。哦，所以咱的心啊，比较贪念，好、哦，甲无底的痴心啊，所束缚咱心，莫放不去，好、哦，甲阻挡去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出去，恁若有朋友伫遐。因有困难，你甲斗三工过就算了。你不要等个啊，一定按回报。不要这样，你若安尼时啊，你的心会互作弄去，你互魔，你的心魔作弄去啊。然后咧，互束缚去啊，迄是足可怜的代志。啊，最后咧，嗔怒咧，咱若无人无来甲答谢的时，吼，生气六大，气不拄着食就倒，拄着食就倒，我想遐无情，哦，我甲斗创啥，拢无来答谢。到尾往家己跳入地狱，你足可怜呢，吼、哦！所以咱爱注意啊，因为因果循环啊，做老夫是一直的复，一直反复啊，永远无停，永无止息啊。那么社会的乱象，空气啊，又围绕在社会力的空间，所以这方面的呢，社会这个空气啊，乱象的空气啊，乱象的空气又个写在咱身躯边，啊，安尼就真正烦恼，真正可怜啊，又个写在咱身躯边啊。啊！现在很古变一个空间，三十四十个都大完，变成风台来，都不满来啊！哦，这爱注意的对。啊，所以方向啊，这个练气的修行者那家嘞，咱平常时静来检讨，咱教导众生，爱反省过去所作所为的结果啊，自己的心啊，真正会当安么？真正会当安么？好在咱在世间呢，拢是求心安尔。求心安，就上大福报；心若不安呢，上大烦恼。烦恼就是咱的最大的敌人，烦恼是人生最大的敌人呐、啊。爱注意，那看了烦恼变的龙，咱若看了烦恼爱变的变的龙，我唔敢惹你，吼、哦。所以看了烦恼爱变的龙，哈，烦恼在哪里？如影随形，那是硬的对应边。爱注意啊、哦，所以如影随形啊。相信啊，是所以这。一记过去我跟你经验啊，好、哦，我跟你经验的是啊，好、哦，那有当时啊心有动念，哎呦，某某人，你好啊，你那把谢谢，好、哦，那把谢谢来，你那把挂着糖啊饼来拜老祖，好、哦，我一家叫老祖咩？伊讲，恁挂来是恁家，阿咪我家，我老祖我，好、啊哦，我阿咧笑，好、哦，你要挂过来，我都唔敢甲信徒讲，我你叫你挂物件来拜老祖，好、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咱真趣味。你好，你先遐顾吼，你啊看，带囝带孙咧来要拜老祖吼，问阿孙咧，阿囝阿孙咧，你看你爱食啥？爱食啥？你才买来拜佛祖。哦，先问囝先爱食，再拜佛祖。可见啊，佛祖嘛食咱无爱食的，吼、哦，佛祖食咱无爱食的。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咱啊，故意啊，爱了解，吼、哦，时时回馈的心态啊，吼、哦，咱的爱是爱真注意。所以释迦牟尼佛、释迦牟尼佛，才讲你《金刚经》内底开始无我相，这四句吼，各位咱爱可来甲体会嘿。无我相就是，
母偶像、无偶像，咱呐、啊，假使有我这个假我、假我、假的我，你个啊，我张某某，张某某是假的，这是我老爸老母，给我因为有生这个体，给我给到张某某给我好的名，哦，这有一天原来无去，回归大自然，无偶像，啊、哦。有我执之心啊！你个阿个我张某某，我某某人张老师一直的，只有我张老师开口开声，那可能我张老师，我想咬，我想阿你怎么错过去啊？就有我相呀！那爱无我相，无我相，无我这个人，无我这个结合的，但是有那一些心呐、啊，有这个心呐、啊，大公无私的心呐、啊，太阳光的心呐、啊，才是就无我相。好，无我相无的。太阳的心嘛，太阳光之心呢、啊，好、哦，都、就是无我相，无人相，不是无人，没天开无人了。好、哦，你讲我要帮某某人，特定的某某人，甲乙甲戊乙戊，晓得对了，好、哦。我曾经帮过某某人，我有足侪因回复某某人，他有这人相，就有人相，所以佛来了就有人相、我相、人相、我相、人相。有讲某某人、某某人、某某人特定的对象，人相。我帮助到什么人，他都人相，迄拢是无开悟，所以叫做爱无人相。你所做的都是一个义务，给佛啊，跟咱讲拢是一个义务尔，甲责任。好，义务甲责任，并没有什么功德可言呐、啊。无众生相，无众生的相。啊，众生相一切人定，一切不定。讲我帮助偌济人，所有这拢我帮助我一面，就众生相有众生相。好，众生相。好，那么众无众生相呢？那所有一切经过过，所有一切代志，无论代志、物件、工课啥，做起来都过，好过都好过啊！你不要甲接伫遮，你莫绑伫遮，绑伫遮咧，你就只有痛苦，这只有痛苦。所以四相皆何难破？难的破烦恼，破烦恼的烦，破烦恼的华，就是无。好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啥叫寿者相呢？某某年、某某月、某某日，我伫遐做过偌济代志，啊，伫遐做过偌济善事，我伫遐做救过偌济人，我伫遐创啥？安那讲到时间地点，一直时时你都绑伫遐。你若有这以上四种的观念的时啊，只有痛苦，只有烦恼。哦，所以金刚经啊，叫咱空爱空。要空空空空，就是这种空；空就是这一四种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相。这个观念，这个执着啊，无加执着的时啊，你就无的烦恼，就破烦恼，然后才能达到真正的空、空啊！好，把它任何都是一种义务、加责任的时啊，那就能空出来。一空呢，你就烦恼就破掉去啊，都无烦恼啊！啊，那一届呢？哈。我都一寡信众地主啦，咧聊天讲，老师哦，你救遐济人安尼吼，你拢会记哩个，吼、哦，你怎么卖受害？你甲问我拢会记哩，迄是伫要甲害尔，害我，甲你当想到我起笑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帮助济人，迄起笑，迄是一个责任。啊，所以啊，遐佛菩萨啊，三不五时啊，照遮地主的嘴啊，甲讲讲人人的吼，啊，我本来心都平常，过来人人，咱倒火人人嘞，浪花，哈、啊，懂了嘛？在做凡夫。做凡夫啊，所以讲呀，咱爱注意，哈啊，都这是任何一个缘分、责任、义务、责任、义务。所以呢，国务孙中山先生啊，伊就大彻大悟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。咱若时时记掉讲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个时啊，那么四相一定会破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啊，这四相破除烦恼的方法。啊，破除烦恼方法。念气哈，念气的修行者哈，咱各位啊，咱
咱等下练这个真气的修行者，还是练空气的修行者呢？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努力依照慈悲喜舍的妙法，慈悲喜舍的妙法，努力实行于日常中生活之中啊。那努力的实践去日常的生活之中啊，相信各位啊，当下的心灵当下已进入真气的境界，然后呢，都安进入咱的心中，进入咱的心中，安尼是啊，咱的真气啊，我都继续发露出来。练气的要领啊，过来练气的要领，不爱八卦八卦之方位啊，以时间空间的循环，时间空间的循环，人体的内，人体内底有内八卦，哈、哦，八卦的部位，乾，哈、哦，八卦，人体练气哈、哦，练气的方法。练气的要领啊，哈、哦，甲练气的两行气，练真气，甲练迄个空气的要领，练这空气的要领，这是后天呢，啊、哦，这是后天的修炼法，哈、哦，这都是咱的。以及八卦八个方位，身体上呢，哈、啊，这个气的运转，气的运转，哈、啊。那么首先呢，咱依据先天八卦，先天乾、兑、离、震、啊、顺、坎、巽、坤，啊，这个呢，将咱八卦来讲，叫江东、江西啊。这个原理呢，就是讲八卦的原理哈，乾、地、啊、离、震、顺。坎、巽、坤，啊，这个八卦，啊，这个分为S 型的，好、哦，这个江东，这南嘛，啊、哦，这北，这西，这江东啊，江西，刚刚说这条是江。啊，这条是江，啊，这条线哈，阴阳啊，啊，太极的哈，这条就是江，大江，大江，生死一大河，生死的大河，大溪，啊，这边阴，这边阳，这边阴，这边阳，哈、啊，这叫生死大河。到大川呐、啊，就是大川，大川立错大川，好五色合来超越生死的大川的境界，这条法门啊，所以大川呢，这条线太极阴阳太极的说分的，这边的江东、江东、江西，啊，这东四令，这一二三四，这东四令。啊、哦，好、哦，西四命叫西四命，这是先天为体的一个原则。好、哦，那么那个练太极拳嘛是安尼，所以太极拳这写的就是写太极，太极拳写这里、个、这一个八卦的太极的运转。啊，那太极我太极拳我是无学啦，哦，我无学啦哈，但是。那太极拳的要领是根据它来，那么乾为首，乾卦乾为首，那为头壳，哈、啊，对为左为靠为腿，对为左，哈、啊，震为足卡，哈、啊，震卦就是咱的卡，顺的哈，顺的咱的卡成配，顺卦为屁股，哈、啊，这里坎卦为耳，坎的耳啊。好、哦，近卦的哈、
迄字写无对吼，啊，字字为目吼，字为目，字为目，字是目睭，吼为目啊。啊，这根为手，根只为手，咱的手，吼，髡为腹肚，髡啊，髡啊，大体为髡的腹肚。这是人体有形的部位啊，人体有形的部位啊，乾为手，对地为口，离为目，进为足为脚，顺为空腹，坎为耳，健为手，髡啊为腹肚。咱一个人的形体咧，都已经都完满完成起了啊。这真的，但是练气只对任督二脉、阴阳二气、任督二脉的阴阳二气的拍通非常重要。各位淡水地区的市民，任督二脉二气是阴阳二气的贯通啊。这个气是先有啊，是原有的能量。任督二脉诶，就是咱的先头天的气啊，拍通起来是啊，先天的是先天气足，是存于咱体内，体是存于体外虚空中。任督二脉咧，一般把接伫这内底咧，好阴阳二气，阴阳二气的流通。但是诶，实实在在咧，大宇宙虚空本来就具足的能力啊，好任督二脉能量的气诶，大宇宙的物件，唔是存于体内，唔是存于体内的部位，好唔是存在体内部位，啊存于体内的是气的而已，体内体内。体内是这个气而已，除了体内是气，啊，那么是体外呢？哈，体外呢？体外哈，体外是这气，气的大物有虚空本来的具足的物件，好，咱人内底嘛有这个气，也有啊，也有是接伫咱体内任何一个细胞拢有这点气，拢有这点气。那么气的真气呢？是咱的心窝这个所在平衡点是真气，哈。所以存在体内的气是不永远存在的，因为咱人一旦死去以后呢，二气全无啊嘛，二气都全无啊嘛。啊，咱人嘛，要未死去破病时啊，这两个气嘛，随着体力一直耗尽气啊。咱人呢，啊，那死了后呢，这个气就无呀，空气就无呀，没有哈。而且呢，咱人呐破病时啊，随着迄个体力一定消耗，直消耗无去。嘛无法度再运行二气啊，啊，那么是什么物件才会不会坏灭呢？是什么物件才会派去呢？哈，只有精气才会灭呢。咱人爱修这精气啊，真气才会灭去，啊，真正气才会灭呢。真正气就是心灵那一个光，那无量光啊，心灵无量光啊，才会灭去。好，普通呢。迄、那个一般一块练气的，到尾变身体来去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啊，真气的都无呀，啊，所以咱也无体会讲真气的原点在哪里呢？啊，你练的空气的，身体的运转的，尾也嘛是全无去，哈、哦，这点嘛过去爱健康去认识。那么啥叫内害去呢？只有真气不会消灭，真气是阴阳之气，人体以外是咱身体、人体以外，哈、哦。大如宇宙虚空全体的阴阳之气，咱大宇宙宇宙虚空的全体阴阳之气啊，不是人体内的之气，不是身体内的阴阳二气啊。那是要忘记啊，要接袂伊体内之气的时啊，咱人必然会被体内这两个气束缚，无法度解脱。这一段很重要，对咱各位要修行这个气啊，修行真气啊，爱真重要。首先要认识，这真气呢是大宇宙虚空所有的平衡点，就是真气。这真气是大宇宙内底都有啊。那么咱是大，咱的心大甲像宇宙虚空较大，咱的心有较大。那么真气就是咱心本来都有的物件。那么二气呢，咱的练气，我哦的任督二脉一直拍，这个任督二脉气的拍，就是洗周身，就是洗到尾，那是空气的气。啊，这空气的气，咱若一直接触到身体内的阴阳之气啊，之气的时啊，咱若必然会让这两个气束缚，咱会绑掉的，无法度解脱。
没到解脱，顶着这个气就拍袂出去啊，打不出去。哦，这点呢，各位必须要去了解，必须要了解的。那么咱一间厝，咱一间厝所接的气，啊，所接的气本来就有是迄号蒸汽存在，但是蒸汽的存在呢，必须要靠外面这空气的对流，外面的空气对流啊，哈、哦，阴阳之气也对流，一直来一直去。所以任督二脉阴阳二气，就咱悬空爱心啊，悬空而且。悬空爱心啊，后天流行之气，流行之气，这是火用啊，啊水，啊地球及太阳系、恒星就是未害去就对啦，啊未变化，未变轨道，及太阳系、恒星啊磁。这是流行之气，接着流行之气的阴阳二气，啊，阴阳二气的叫阴阳之气，这是瓦用的，是活用的。所以地球、地球呢，自转太阳系的恒星一点的磁力线，就闻到相吸引的作用力，哦，相吸引的作用力，悬空爱心，啊，咱这根柱内底呢，讲这根柱温呢，加几年温。气运呢是行几年呢？几年运呢？这拢是根据这个阴阳二气啊，叫悬空爱心啊。啊，悬空啥悬空呢？悬空就是讲咱大宇宙虚空啊，一是这用这写法的，不是固定的写法，一定是安尼写安尼画安写都对。像电子啊，电子伊就写诶轨道在行。啊，这就是咱一间厝诶气诶行，就是安尼。唔只讲哦，这间厝行几运。啊，行几年，行几年，以后就失了，就失温了。原理就是根据阴阳二气，现在是当令是阴气在生啊，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是现在当令是阴气加入来滴，哈、啊，啊是阳气加入来滴，当令就对。这个出去的啊，这讲煞了吼，风水宇宙观的讲煞进入风水真经的时啊，我会原来这个课门，我这期我会开出来，会开出来，啊，把这个华呢。开出来，互各位咧了解。好，有兴趣的研究，若无兴趣的听听咧，存你仓库内底，有一天用得到，哈、啊，用得到。这就是讲这个要领啊，这要领啊。好，既然要传就总传，若唔传就卖传。哈、啊，反正是安尼。啊，既然若要学，你就学到头；若无就卖学。安尼俩，啊，足简单咧。好、啊，这一点呐、啊，大家咧，你们读一下，嘿嘿，我嘛读一下，大家一起读一下。大家做一个倒一个，哈、哦，倒一个看出到一个师傅哦。所以八卦了哈，阴阳之气啊，但是入到这边是非常重要，入到阴阳之气贯通，气是原有的能量，哈、哦，这先天之教准你体外虚空之中，而非从你体内体某一个部位，各爱记哩，气唔是准伫咱体内哪一个部位，唔是安尼。咱爱让它气布满整个身体，伊拢会当放出遮无量的光啊！啊，过来，咱就尤其咧大宇宙虚空啊，大宇宙之气，大宇宙的气啊，大宇宙之气啊，是自然平衡的法则，是真自然平衡的中法则的中心点，叫做核心。大宇宙自然的平衡法则。舒适优雅的环境，专业亲切的服务，典雅。自然的平衡法则啊，就是核心，就是法则中心点，就是中心点。咱
通通听了，什么佛祖、佛祖、佛心，哦，佛心啊，佛祖哈、啊，大自然、大自然、大自然、宇宙大自然的平衡法则，宇宙大自然的平衡法则的中心点，中心点叫做真气。叫做真气、精气，精气就是核心，核心，就是核心，核心的那这个核子，核子弹，核子弹是就是看不到的核心啊，核心的力量上大，所以核子，核子过来就是核心，核心就等于是佛心，咱讲的佛心，所以我现在常常在怀疑哈，哎呀，做佛心佛心，在怀疑咱中国话哈。假的少数民族才多啦，五十外个民族组成起来，那么这个话吼是何子啊，佛子，哎呀佛子，我所以我断定是核心才对，何子核心，而、佛心佛心呢，这个就是属于哈佛心，佛，但是佛啦佛啦哈佛，所以这个语言呐、口音呐、哈，照着以科学观的核心，核心的何子。佛子微乎其微，那个佛心呢？佛心呢？佛住佛子，佛子就是那个原动力的生命，生命非常渺小，但是也非常大，嘛是非常大。渺小的你找不到，看不到啊！这个人啊，死翘翘的时候，这个人死啊，生命在哪里你找不到。哈、啊，你看放多远？你看会到啊？看未到？放大镜来看，看未到。那么核心呢？核子呢？核子呢？核等能呢？哼，运动来的。啊！只要你看啥，啊！只要散落时你看有无？好，会害死毒死人，几多钱？甚至你看未到，那叫做核子，哈、啊！所以不管是核子嘛好，佛心嘛好，那么我把它统称为一个真气，哈、啊，就统称为真气、真气、真真正正的真气。那你生命的原动力、生命的原动力，好、啊，核子原子真的还是一小微尘。因此，那人本来应该融入大自然中。咱人都爱融入大自然之中，而且呢，咱无可能要求大自然来融入咱的身体之中。咱的风水的法则，经过精髓伫遮，啊、哦，咱应该融入大自然，起一间厝，爱融入在融入大自然，啊、哦，咱爱符合大自然，咱无可能叫大自然来符合咱，无可能。大自然呢，比如一支山。山形都安尼，啊！你嘛无可能，我厝内起的起病叫山形，阿爸来变到我是同款山形病，这无可能的道理。所以啊，咱要点地理看处场，咱爱看附近的山川、山甲溪、山高水深、人民归心，咱迄个违背自然。山高水深，比如后壁山足高呢，吼、哦，啊山足高，啊头前溪呢？做甚物溪安尼来安尼去？好、哦，这水山后壁真高，啊后壁厝咧，你住在遮？恁各位啊，你若以后了要大陆西啊，要啥？恁爱看你要注意。哦，这个修行人咧，爬伫半壁咧，这个人好、哦、阿弥陀佛啦，好、哦、我佛祖慈悲，好我见到这个人啊，你足欢喜的。好、哦，你着亲近伊，嘿，你有一间你下到七甲八潮，哦，你要知。你会害到七个八条，你含有个尸骨吼，你找袂着。爱注意，山真高，山高，山高，水则深，吼，足深嘞。山高水深，人面鬼心啊！你看是人面啊，但是伊鬼心啊，伊鬼鬼祟祟的心啊，互你抓抓袂着。若是你若讲要甲合伙朋友伫遐。合会投资做生意啊！你若拄到这个，你看伊厝后山足高嘞，山足惊啊！头前嘞，水足深诶。嘿，你看嘛，浪杠，吼、哦！你不要说啊，这是好朋友哈、啊，因为就是啥，伊就是气也运着，面顶个气上下直接直泻，无形中嘞，伊反面无情，一刹那就无情就无情，爱注意。迄个伊心啊，所以思想一切行为，所以地势，互地势去啊控制，地势控制，哈、哦，啊说山高水深，人民归心啊，这是教各位囝，恁来归工啊吼，
啊，这里发啦，好你看，阿伯保护自己呀、啊，不伤害别人。好、哦，咱那无必要讲你人啊，足开心咩？咱无必要，咱呢，闪一下就好啊。哦，闪一下就好，不得不信。要一种呢，好、哦，这个山这高，啊下面啊，去建啊厝，下面。那是这种，你嘛爱注意。这种哦，这栋是后壁山足悬的，爱注意啊。迄阵咱中国啊，迄阵遐要去往卖鱼的人，迄人都住在山下。中国啊，吼、哦，迄个遐要规个国家去卖鱼啊，做一届含骨头都无飞出来哦。吼、哦，后面这个人都住在山下。吼、哦，后壁足悬的山这个形，啊，山下好，足水的。吼、哦，结果呢？咱中国国家啦，还冇去卖。啊，你也该光给头脑啊！你也看了后边山脚架，哦，你厝地你也水，头脑一定足好，是啥原因？伊的阳电 plus 足悬的 ，plus 悬的，伊的风啊，来去去的摩擦对对，一产生这气就，阳极阳电强，阳电强，伊的头脑在变化足紧的，一变化他不计后果，不计后果就对啦，伊想要做啥都去啊，不计后果。这个后山悬，啊，那拄着像这个，就是讲后山悬的阳电 plus 阿数啦，迄、那个电阳电啊，天山真悬，真悬呢，变成控高，控高，啊，各位爱了解这个原则啊，好啦，安尼呢，咱后摆较袂食到真无必要的食火，若是咱的厝若要起啊，上好咱无起。后摆咱的子孙啦，可能会做一个罪恶的恶人，罪恶的恶人，爱注意。咱摸起，咱摸就摸起，我出不来起迄个形啊！哦，这就是各位爱考虑的，爱考虑的，哈、哦。这就是讲保护自己，不伤害别人就对。保护自己，我卖去这个所在，像这山这山下这高了，我卖去，我去较远的，哦，卖个接我的，哦，还是后山足高的安尼吼。像咱对面只山真悬嘞，山下嘞要大，你爱真注意，啊，咱就莫去嘞，惊伊孙啊袂变歹，吼、啊，袂心袂凶嘞，咱就保护家己啊，啊，咱就袂伤害他人，不会伤害别人，好、啊，咱学习这种法门的，本来的就是讲保护自己，不伤害别人，就是安尼来，啊，这就是你故意今日吼、啊、这点嘞，啊，咱嘛爱了解一下嘿。不持唯心。所以风水的法则，风水的法则啊，是教咱融入大自然的妙法，并不是要大宇宙虚空大自然啊来迁就咱，来融入咱。哈，所以啊，风水学家的当四命、西四命，哈，值得咱啊个研究甲评估了。咱爱注意研究评估。因为呢，咱这一个信徒吼，话讲又研究当四命、西四命，吼研究到足侪，而且找做真大本，吼相片翕真准，个真迄。但是诶，迄、那个吼，我本人无印证着是啊，我唔敢来使用。我有印证着种当西四命呢，因为古早时代诶物件甲即摆无相像，古早诶物件甲即摆无相像，吼古早灶坑即摆无灶坑，压树炉还是无方向。古早咱的灶坑会喷水喷火，啊，爱哦，什么样会喷火，啊，才袂伤到人的本命，啊，那么现在压树炉伫倒，放伫个所在尔嘛，压树炉位置甲方向，啊，这压树炉切嘞，那也无喷火啊，哦，所以这里换了无正确，好，过来嘞，就名称为，你就当四命，你爱坐什么样的，三四命爱困什么样的，哈，红阿婆无共命的时候，爱困小差，啊。对啊，啊困倒茶，啊干了当鼻卡烧倒啊，迄保证免冤家。啊有一个故事啦，讲一个先生，一个先生呢，啊伊就是讲，这个有一情况是两阿婆，啊伊的太太啊吼，伊的太太甲先生啊，
哦，啊，两个唔知啥时阵呢，识识一个先生，啊，一个先生呢，就讲哦，你的走位啊，吼、哦，要爱刷你多伊，你的东四名，你爱刷你西边，吼、哦，因为红西呢，头家呢，就西东四名，啊，阿某呢，吼、哦，伊就讲好、哦，对啊，我啊哈都要哈有利的，啊，伊就要较刷西边面，刷西边面呢，啊，迄、那个先生哦，你甲刷过就对啊，因为先生我红唔肯了，伊讲吼，你甲刷过，某就爱听你的。翁就爱听你的啦，哦，我这个，诶，某就给刷回来了，翁婿怎出去啊？啊，出去怎回事？倒转来呢，他早些刷好了，拢改好去啊。好啊，因某呢，啊，就转来点点无讲，因翁婿呢，一定就真生气，讲你是安那，你甲刷哪来？好、哦，伊个先生咧讲，讲安尼你才听我话，好，嘿，袂得啦，我你一听我话，就才得冤啊。我你是安那，你原来你就叫先生来，就爱叫我。创安尼就爱好啊，爱听你的话哦，爱安怎哦？哈，结结不灵，啊结一结火了，乱乱，到尾都气了，怎算了？袂瘾倒来，红菜袂倒来啊！这只罪过，新鲜的罪过，研究古早人，连你古早人的物件都拢丢，唔丢，唔是全丢，爱了解，吼、哦，古早的环境无相像，古早的物件无相像，古早有古老，吼、哦，也是有无古老。甲现在无相像，现在拢有高楼，古早无高楼，古早无地下室，怎有地下室？那么你怎么办？各位爱健康认识，时势会演变，变迁演化，哈、哦。所以咱呢，这里爱符合着整个环境，哈、哦，袂使你讲哦，古就是东四命、西四命，哈、哦。啊，就变成一间厝，那翁婿呢，东四命，就哦，你爱住东四命。某咧，要问先生咧，都爱带西四命。两翁仔某看要安怎？一间厝，两个问讲，一个头前，一个出，对头，对后壁，安尼如果唔对呀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一间厝先天为体，先天为体，咱爱融入大自然，厝嘛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咱人爱融入大自然，将大自然好调整好咧，咱爱融入大自然都无咩。假使你要违背大自然，包括咱的心法，人甲人中间互相相尊重嘛是大自然，互相相体谅嘛大自然。所以你若无多去互相相尊重啊，无了解这个法的事啊，你根本就无多融入大自然，有命算啊无命，有命白甲无命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各位要注意。有部分的宗教界人士啊，而且有部分的宗教界人士。对这大自然的气甲气的科学理论啦、啊，好、哦，拢看作这迷信，真的宗教家啦，拢哎呦，这个气都迷信啦，拢气甲气，气这真气甲空气拢是迷信的理论啦、啊，拢是迷信，拢哎呦，不要信啦、啊，这是外道，这风水啊，风水啊，这嘛外道，拢个风水学外道，一切大行风水外道，所以啊，这都是无亲自了解，无亲自大宇宙的原则啊，所以讲认为外道。家己会食到鸡，嘿，家己会食到鸡，吼、哦，这，因为你若了解大自然了，就是发的事啊。你呢，相信你会了解个啥物气，啥物风，啥物水，啥物空气，安尼来嘞，咱才有法度教导众生。咱有一挂信众弟子，吼、哦，伊呢吼、哦、来见过面，吼、哦，普通时诶，伊就按个师傅叫念佛，念佛，念佛，那他拢叫念佛啦，啊，啥物苦嘛念佛，别别个嘛念佛，看念佛嘛是同款，嘛是白照白。哎、欸，听就听，很闹好。啊，这有一天嘞吼，啊，就看到第四代的那那讲这个厝的管理，一个桥过嘞，哎、欸，桥过煞平安嘞。啊，煞我回望师傅讲，哎呦，念什么佛？我那这眠床啊，佛家遐久啊，艰苦家呢？你阿婆个拢无阿公，家叫念佛，我都无阿家安尼艰苦家呢？我无信道嘞，我你唔对，哈、啊，这唔是讲师傅唔对，师傅伊就无了解这个法的道理呀，无了解这个法。哦，无了解这宇宙间这个真气、空气、真气、电波也运转会如何？无了解咱人，哦，这为何会被这个气给咱影响去？哈、哦，所以伊家己讲无都无，你不用甲怪，只是讲咱无智慧，咱无开悟要业。但是啊，各位爱了解，咱住伫地球上一定会受到地球的吸力，咱住伫厝内底一定就是受到厝内底空气对流，哈、哦，以及。乱的电波给你影响，吼、哦，无论是你往后种上，还是修行的大高僧大德啊，那住了无下未歹，未用大厝啊，
照常啊，挨挨杂杂，挨袂好势，吼、哦。所以啊，咱咱的心念确实有欠智慧啊。咱啊安尼讲有欠智慧，讲到啊风水地理拢袂信的，安都唔对呀。啊，啥都风水，啊啥是气，啥是什么空气呢？这个问题咧，吼、哦，咱大概冷冷静静，冷冷静静咧，咱来加检讨，咱来冷冷静静检讨，好、哦、来加研究，安尼咱咧都袂造成绝对无必要的苦恼。咱这节啊到这为止。